车顶装了满满的感测设备，这是第一台技术全部 MIT 台湾制造的自驾车，不只会自己开，还可以自动去定点载人。我们今天就展出了很多相关的技术啊，除了自驾化，还有智慧化，还有联网化。我们在推动整个自驾车的运行当中，包括自主的技术，包括旗舰队的组成啊，包括法规环境的这个完备度，那目前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政府积极推动自驾车上路，经济部技术处也协助成立台湾车辆移动研发联盟，在展场秀出23项车辆领域的研究成果。工研院也展出智慧驾驶的研发结晶，像是智慧路测系统已经在6都试办，另外也有民间厂商针对驾驶行为开发辨识软体，像去针对你的鼻头这边定位定好位置之后，它会去侦测你的脸部，然后去判断说你是不是在疲劳，有没有专心开车，一秒就知道。透过科技感测，希望把交通事故的发生几率降到最低。